知道，是我错了。你能停下来吗？少废话，接招！我只想知道，怎么才能阻止他？我说过了，要么你把他杀死，要么就被他杀了。除非你一辈子躲着别见他。我昏了这么多年。什么人他们没见过，现在竟然要躲一个疯丫头。哎，你别冲动啊，你会因为你射手的冲动付出代价的。你说话注意点。我也请你尊重你请来的老师。要不这样吧，我还有一个别的办法。宝哥，我真的没骗你，饶了我吧，那钱真的被那女人拿走了。
养的骗子，站住！不好意思，刚救了你一命，怎么感谢？你去哪儿啊？车费钱我掏了。你掏？你掏跟我掏不是一样的？哦，你干嘛啊你？师傅，停车！不许停！你干嘛？你疯了！又救了你一命，怎么感谢我？以身相许吧。师傅，停车！我住龙都公寓702，我等你。戴上干嘛呀？一会儿还得摘了。凭你留得住我吗？我就喜欢你这种不好搞定的女生。那你看其他男人也没什么两样。你这个真漂亮，以后你就是我一个人的。早就知道我是谁。从我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知道你是我的，只有我才配得上你。你不也这么想的吗？彻底爱上我了吧？倒杯水，你去拿药箱。你怎么搞的？别担心，流这么多血啊！没事，真的没事。谁干的？
两天没吃饭。大家好，你早就知道我是谁。从我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知道你是我的，只有我才配得上你。你不也这么想的吗？彻底爱上我了吧？倒杯水，你去拿药箱。你怎么搞的？别担心，流这么多血啊。没事，真的没事。谁干的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操！哎，这是哪站的车呀？看，安林，你没事吧？喂，安林，
听说你被黑社会绑架了，我特别着急，我想打电话报警，又帮他们撕票。我不是没事儿吗？你真的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其实吧，我也想过了，如果你真的被他们那什么了，我也没关系啊，我一定会娶你的，我一定要负起一个男人应负的责任。你这人说话怎么没正题儿啊？喂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让你别乱扔吗？你怎么回事啊？放着我来。你会放在垃圾桶里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薇薇。当天蝎座女人遇到射手座男人，在这边忍不住要提醒射手座朋友，你千万不要说一点点的谎，也千万不要背叛天蝎座。如果你被他抓到，那么我想你就惨了。如果你背叛他，踩到他的地雷区，那我想你的后半辈子可能会生不如死哦。归于沉重，红白蓝的车灯，今夜又会把谁带走？有人炫耀赤裸，像水浓的发愁，夜晚很属于我，唱引你恩赐的情。